玩游戏的时候呢，一个人玩真的是非常的无聊，当然要很多朋友一起来玩才会刺激又好玩啊。像这款的《洞穴历险》呢，就标榜可以四人同乐一起闯荡地底迷宫，而且像闯关的时候还要互助合作才可以闯关成功，真的是非常有趣哦。当然呢，马上就赶快找你的朋友一起来玩这款游戏吧。Sega 日前公布一款新作游戏《洞穴历险》，强调能让玩家一起合作闯关的乐趣。玩家能够四人组队一起闯关，并且从探险家、科学家、僧侣、骑士等不同职业中选择喜欢的角色来冒险。游戏可爱风格的横向卷轴方式进行，玩家必须闯荡各种迷宫陷阱，并且搭配不同的角色能力特性来破解题目。甚至不同的角色组合会有完全不同的谜题解法，并且开启不同的分歧路线。对于喜欢动作解谜的玩家来说，《洞穴历险》是个很适合跟好朋友一起玩的小品游戏哦。